你别再喝酒了。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酒了？喂，我让医生开了些解酒药，你拿着。你的关心我承受不起。喂，解酒药来之不易。 我发誓，我谢小秋终身戒酒，如果戒不掉的话，我就那个五雷轰顶，天诛地灭。好了吧，快起来了。你把你的围巾先给我。围巾？你围巾干嘛？给。哎，你手流血了。哎，那我转你上来。不行。 去医院，把手给我。不行，你拉不动我的。那怎么办？你去找伦内，叫他来帮我。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哥。好，那你在这等我一下。 去一下，利川的手受伤了。受伤了，在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利川，怎么了？伤到哪儿了？这是受伤，快拽！来，拉一点小伤而已。把他拉上来，自己蓄点力气啊！我扶一点啊。你扶住他了吗？我扶住了。哎，这腿，你去。 走，带你去医院。小秋，你先回房间吧。怎么了？我马上陪你去医院。咱们快点去啊 ！Come on。他有晕血在，你照顾他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我自己可以的。Come on， 我先送你去医院。可以的。那麻烦你了。好。 小秋，嘿，我送你回房间。哎，李川呢？他自己去了，他让我照顾你，说你有晕血症。那我们得陪他去医院啊。小秋，不行，他能够照顾自己的，好吗？那万一他出什么情况呢？你知道他去了哪家医院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。 医川，怎么样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一点刮伤而已。你是贫血吧？血现在止住没有？嗯。那怎么还坐在这里啊？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？我刚刚找不到电梯，外科在楼上，我上上下下的，头有点晕。
晕的话就歇一下好吗？我没事，走吧。哎，你不是头晕吗？头晕歇一下好了，我去给你买点水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这次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再也不胡闹了。不要酗酒。我保证。你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太好，要不然我们再去看一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我想先回去，早点休息。哎，立川，我这要找你呢。哎，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小伤。你有没有去医院？去了，刚回来。你别跟我说你只看了普通医生啊。我去看专科了。哎，立川，我昨天晚上给你的那个图需要改几个地方。不是我。安妮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他的手会受伤吗？是不是你们又吵架了？吵架？这不是。是这样的，我刚才一直和立川在一起，我们当时在停车场里，然后小秋来了，然后来了个一个兔子，兔子，对，然后。对，是一只很可爱毛茸茸的兔子，然后它突然又跳到那个花盆里，对，然后突然又飞到那个不是，又跳到马路上，然后这个时候立川就想抓住它，结果就来了一辆车。什么？立川被一辆车撞了？不是，是一个装垃圾的车。垃圾车？你被卡车撞了啊？没事吧？我被车撞。我在说什么呢？是这样，你们没听懂，是一个装垃圾的车，然后来了一阵风，结果垃圾就掉下来到。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我没有被车撞，也没有被卡车撞，我没事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还要画图呢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立川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我也不是说成这样了。对了，听说今天晚上有台风啊？台风？真的假的？几级的？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撤啊？被骗的感受不好玩吧？